点解要修炼啊？就系、是、我哋认为我哋想提升。好，我哋喺下面就解释呢、这个，讲气气嘅基本知识。嗱，正话我哋讲啦，好重要嘅。我哋讲紧先天气，先天之气，大家可能唔系几熟悉嗰个字，呢个就先天之气。嗱，呢个先天之气咧，唔系我哋发明嘅，又唔系我哋老师嚟发明。唐朝啊，啲崔老师咧，一早已经写咗噶啦。先天气，后天气，得之者常此罪。嗱，即系话俾大家听，如果你练功咧，好似饮醉酒咁，啱啦。你冇饮咗酒去练话，练到好似饮醉酒咁，有种咁嘅状态，咁啊啱啊。但系后来啲人唔知点解咧，冇人去发展呢个先天气嗰个理论，甚至乎有好多书写先天气就同呢个气一样，先天气后天气同埋写嗰个字，咁啊即系冇分啦，咩先天后天都唔知乜啦咁样。嗱，咁呢个咧。就变咗喺呢个地方咧，就停留咗，冇再发展。去到我哋祖师爷咧，我哋系1901年啊，应该讲1901年嘅时候，就提出翻用呢个先天之气嚟到转化去到同地治病。咁但系喂，先天气系咪直接用啊？唔系嘅，先天气真系要转化成咩后天气？咁你点去攞到啊？又我哋就用个所谓。念力啦，或者叫正念啦，而家大家都知啊，梗系用念力啦，用意识啦，系咪？系用呢个方法啊！而家大家都可能系用嗰个方法，但系因为你呢个系后天嘅念力，后天嘅念力有唔同嘅内容嘅时候咧，会有少少差别啊！气也有先后天之分嘛，静极生动。此动气即先天之气，你有少少感觉嘅，一喐，诶，嚟咯嚟咯，嗱，嗰就是先天。你冇喐动嘅后天点行啫？你都唔知道自己呼吸紧，系咪啊？唔知噶，你有冇呼吸啊？梗系有啦，唔呼吸死噶咯。但你唔知噶，系咪啊？但我哋讲，如果你有先天之气运用嘅时候，你眯埋眼嘅时候，如果先天气系动嘅。要推动你嘅，你会有感觉，即系话个先天气转化为后天气，呢个动作喺度喐紧，做紧嘢，做得好强烈，做得唔强烈你唔知，做得强烈啊，你知道啦，咁啊啱啦，即系话我希望强烈啲啊嘛，我希望接受多啲先天气嘛，因为我哋小朋友其实出世到咗7岁8岁啊嘅时候系乜嘢啊？之前就是先天气主导，佢唔会怕好冷好热嘅，但系一超过咗呢个年纪咧，唔同啦，开始又转。点解啊？嗱，又要用科学讲，你唔能够话先天后天，你要话7岁8岁，咁你讲唔得，唔系净系用个理论，科学证明到呢、这个就系嗰个青春期荷尔蒙分泌出嚟啦。当青春期荷尔蒙分泌出嚟嘅时候，就唔系同男同女啦，变成分开男女啦。同男同女同志咧就不分。当分开男女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青春期荷尔蒙分泌嘅开始，就系14、15岁嘅时候啦。咁7岁8岁就系一个第一个转折位，14、15岁嗰个就系一个同志嘅。分离嘅嗰个位置，所以我哋中文就好清楚。你同志啊嘛，就初两个计，男女仔都系嘅，系咪？嗰时嘅同志啱个计，哎，都唔系啦，大个啦，大个女啦，吓，整个发簪啦，吓，你成人整个加冠啦，话俾人听你成年啦，要坐监噶啦，要犯罪就，当然有娶老婆啦，系嘛？咁你就系要需要。有一个其实是生理的指标，我们跟着生命走嘛，中国人。中国人跟着生命走很重要，不是跟着理论走，是跟着实践去走。所以刚才我就说，为什么左是阳？
点解左右扬？又系音啊！我哋全身最喐嘅地方系乜嘢啊？心脏啊！心脏停咗得唔得啊？你我唔得啦。有啲人话我停两秒，停两秒梗得啦。一停就嗰、那个医生写个死亡证书噶啦，唔停得噶嘛。唯一唔停得就系心脏，个肠咧就半分钟喐一喐，半分钟先喐推下。嗰啲消化器官咧就好轻微咁去喐个胃，有时会停嘅，有时喐下。但系心脏就永远唔停，而且仲要咩啊？仲要嗰个飞群时啊，心脏个频率啊要好稳定添啊！啊，医生话你喂心率不正啊，即系点啊？你时高时低，咁就有问题啦，都系唔妥当。所以左边系弱，唔系我话噶，系个生理上天嘅安排话俾我听，左系弱。嗱，所以你如果睇戏咧，要识得睇戏，因为啲古装片，皇帝企咗喺度，呢边一堆朝臣，呢边一堆朝臣，呢一堆朝臣做咩噶？文官嚟嘅，呢一堆朝臣咧系武官嚟嘅，即系兵部尚书啊，国防部长就喺呢边企，呢边咧就系嗰啲宰相啊，啊咩礼部尚书啊，文官就喺呢边，点解要咁企啊？咩阳啊？呢边阳啊，阳。是文官要压住武，如果武官话事嘅，哇，梗系话喂，放两个核弹好啲，我实赢噶嘛，个个想打噶，武人啲武将，所以中国传统就系用文嚟到制武，所以我哋咧练功都系，好多人跟我讲，喂，你唔止整啲武火，整啲火咁样等啲人容易感觉多啲一好啊，我话弊啦，你武火一强咧又唔掂，一定用咩？以文嚟制武，要有少少火，但文火，文火就好啦，武火就唔好啦。啊，除非佢身体特别需要嘅，咁啊，你哋例外嘅可能会有啦。但系一般人梗系文火行先啦，否则嚟讲就个火太多噶啦。啊，所以呢啲喺我哋传统文化里边，我而家就希望用一啲嘅现代嘅知识。科学嘅知识同大家去解释一下，咁大家明白系理解得到。嗱，而家嘅人就叫做能量，吓、啊，嗱、啊，其实喺英文嚟讲咧都有先天气嗰个字嘅，吓、啊，嗱、啊，如果我哋咁样写呢、这个气，呢、这个气吓。啊我哋话呢个气系睇唔到，但系因为佢睇唔到而冇阴阳，就产生落嚟。呢、这个气系有阴阳嘅。有冇听过中医讲啊？你个肾气弱、哦，啊你肝气旺得滞、哦，咁我哋心肝脾肺肾呢度咪后天之气咯。但系我哋人嘅。运动嘅生命其实都系最终可以来呢个先天之气噶嘛？正话讲，我哋要食嘢后天之气，但我最初生长小朋友嘅时候，出世嘅时候就先天为主，过咗14岁、15岁之后，后天就为主啦，调翻转啦。咁嗰阵时咧就难去补充翻呢个先天之气咯，就要咩？只练啦，细路仔又唔使噶，所以。小孩子很多有些人有第二功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先天的气强而引起某一个部分的强化了，就变成有些特别的功能了，但去到14岁、15岁他就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他没有继续练，他没有继续练功，他就会停了，因为已经后天要取代他了嘛，他身体的运作用后天要吃东西，不是肚饿的了，这些就是后天的营养，营养都是一种气来的嘛，是吧？道德经讲有物运成先天地生，系啊，沟埋一齐咩嚟噶？咪就系句吓，先个物质，嗰啲咪叫气咯。嗱，如果我哋讲我哋讲嗰、那个讲翻嗰、那个
嗱，呢个阴阳啦，再上一层。嗱，阴阳咧系两样嘢先，我哋讲。如果一样嘢包埋嘅，就叫做太极啦，系咪？太极就阴阳如啊嘛，啊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。咁再上一层系咩啊？再上一层咧，就无极啦。里面未分阴阳喎，嗱，有啲人就叫呢个叫咩啊？混沌啊，或者混元混埋嘅有嘢噶啦，不过即系沟埋就未分阴阳，你睇唔到呢、这个都开始分啦，但系仲然喺里边，呢、这个就爆咗出嚟啦，分咗两个阴阳啦。咁呢个之无极，喂，再问前啲咧，前啲系乜嘢啊？我打烂生唔问到笃噶嘛，问题同你问啦。喂，前面再咩啊？嗱，我冇出声啊！我冇出声啊！我唔讲嘢。一切嘅嘢都系无噶嘛，从无以嚟噶嘛。咁呢个无系咩嘢？无咪就系、是、真系无噶、啊。一气喺边度啊？一气其实已经系喐咗噶啦，喐咗噶啦。因为喐咗你先知啊，唔喐你唔知点样讲系咪啊？呢个喐咗喺呢度。喺呢度落嚟嘅时候，靠一气喺度喐喐动，就先至有调翻转有无极、有太极、有阴阳翻嚟。如果无唔喐嘅，冇咯，乜都冇。但无无点样喐啊？唔知点解、啊？你问我点解，我唔知啦。大家喐嘅时候，诶，有啲感觉喎、啊。嗱，呢、这个有感觉得啦，就喺度发动咯。发动先至有呢个衍生啊嘛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哲学讲啊。就叫一本万书，咧佛家就好中意讲嘅，道家嚟讲咩？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一样，吓、啊，所以其实嗰、那个如果你明白呢啲最基本嘅嘢打通之后，好啦，喺你身上再。发生啲乜嘢出嚟？哎，你容易明白啦，知道啦，啊！咁所以呢、这个我哋知道呢个阴阳嘅物质，其实就喺呢度咁样演变而嚟。呢、这个就系理论背后嘅理论。我哋去练嘅时候，你慢慢就会有一种嘅体会。咁人嘅气啊，基本上我哋就讲啦，人嘅气就我不嬲就讲三类嘅啫，真气，真气系咩啊？正话讲啦，先天后天之气，我哋都有个先天气，唔系冇啊，先天混合嘅，所以有一个气功叫做真气运行法，我哋要将身体嘅真气运行，嗱，其实就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。咁第二系咩啊？形气，形咧。就是里面经营我们五脏六腑的气，胃气就在外面保护我们身体的皮肤，这些主要靠什么呢？就靠我们那个食物吸收营养，还有我们身体的内脏的调动。哇，动啊，动啊，最好呢很快的即刻见效的是什么呢？饮杯热水，食碗热嘅粥，哇！即刻暖暖地，哇！咁快热嘅，你个食个粥系一个胃度啫，嗱，佢好快噶，因为液体嘛，即刻输送去体表，啊，成身暖晒，啊，就系、是、靠咁样。如果我哋身体呢个运作啊唔正常，你食落去，喂，唔运输个皮肤表面嘅，食极都唔暖嘅，食极都唔都温度提，哎，弊啦，弊啦，危险啦，即系你身体有问题。是咪？咁呢个就是我哋嘅身体个结构，其实就俾我哋睇到系一个宇宙结构嘛。我哋成日讲呢个中国人呢个道家嘅体会就好早就睇到。我点解嚟呢？天地，我哋企喺中间，啊，我天地人，
咁我哋就天地合气，命之若人啊嘛。所以就话，如果啲气有问题嘅，咪生病咯，唔喐又生病，喐得多又生病，要点啊？恰如其分咯。啊，我识得一位老师，佢又话咧，佢将成本《黄帝内经》背熟晒噶啦，但佢唔开药嘅。佢点啊？佢医病，佢就靠点穴。佢咩时间、咩时辰，你咩病，你个穴位，诶，睇你呢个穴位要开嘅，佢就揿开佢；呢个穴位要闩，佢就揿咗佢，等佢闩埋。佢等你嘅身体个能量嘅流动系正常，因为佢讲咧就话你因为你能量流动唔正常，所以你有病。我根据嗰个时间，根据个身体嘅情况系咪脏腑嗰个配合，佢就咁样揿揿啲穴位，佢就系咁样。所以咧呢、这个人体一嚿啦，其实有千门万法去搞掂佢，就睇你识唔识个道。你用唔用到个道，用得到个道咧，呢、这个就系话你身体嘅医术，你身体嘅修炼。这个就是个道的全面之处。讲着头，我们气是什么？气为血水，气呢就带住血，是主水来的。血为气母，如果没有血呢就没有气了。两个是互相关联。但很多人到现在都是说我看不到气的嘛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现在大家明白啦，就是血液的流动加埋佢嘅细胞嘅新陈代谢嗰种力量出嚟。即係话你细胞新陈代谢㗎嘛，好啦，啲血去到嘅时候，除咗血嘅自己血液嘅细胞新陈代谢，血要供应啲营养俾其他细胞嚟新陈代谢㗎嘛，佢嗰种细胞代谢嗰个力量够唔够呢？咪首先够唔够血先得噶？你冇营养俾我，我细胞点样新陈代谢？嗱，所以又要血，但又要个代谢嘅力，其实两者系相依。你冇血，个气咪即系冇啦。但系你有血，你冇气，你个冇我俾足你噶啦，营养俾足血你，但系你代谢冇个力量喺度，冇代谢能力。啊，好，你冇睇少，好多人就系冇代谢能力，就个气虚，唔系血弱，系气虚。喂，你营养够晒㗎啦，尤其是西医啊。我知道你冇病㗎喎，点解你又话咩呀，唔舒服，咩又唔舒服，搞乜嘢呢？因为喺佢西医去 check， 系每个器官去 check 㗎嘛。check 咗出嚟正常喎，啲指数正常喎，乜嘢都正常。但原来喺内脏之间系要需要交往，系需要平衡㗎嘛。我哋成日讲肝同肾一对㗎嘛，心同个脑要来往㗎嘛，你唔来往，你唔运作，即係话哎諗嘢啦，个心系分多啲血啦，你崩唔到喎，你唔知佢做嘢，死啦，死火啦。咁有问题囉。即係譬如我哋话癌症系咩呀？癌症就系你积埋垃圾扫唔走㗎嘛。喂，人人都知自己有垃圾㗎啦，点会冇垃圾啫？你真系代谢就有垃圾。但扫唔走㗎嘛。扫唔走点呀？嗱，一个垃圾扫唔走啦，两个垃圾扫唔走啦，你三个垃圾都扫唔走，好麻烦啦，食咗山咁啦，跟住点啊？呢个咩字啊？癌字咯，就系、是、癌症就系咁嚟咯，系嘛？生癌就咁啫嘛，所以我哋咩啊？点解要练气功啊？日日练啊，日日扫垃圾咯。啊，有个好好嘅嗰、那个大师咧，就喺嗰个佛寺门口扫垃圾，扫垃圾嘅人系最叻噶，嗰大师嚟噶，肯定系大师嚟。点解啊？嗰、那个主持啊，都唔扫得垃圾啊，呢个长老嚟噶。所以咧，我哋啊，人咧就系、是、好，我哋讲多少少啊。我有呢个表，我就唔详细解释啦。其实已经讲过啦，精气神就是我哋而家嘅人喺中医嘅理解啊，系咁样去分。
但呢个气咧有先天气、后天气。我哋人咧系去活动而家嘅人，嗱而家我哋咁嘅年纪就系用后天之气活动，但系后边嘅先天之气其实都喺度默默地用紧，你用唔用佢咧？佢都喺度嘅。嗱，亦都有个可能系证明之下，可能咋？佢话澳洲嘅天文学家发现宇宙啲射线，嘣一大爆炸嘅时候咧，就出得嚟啦。咦？嗰第一秒嗰啲咩啊？啲神秘能量，即系我讲啦，嗰、那个太极啊，嘣变成阴阳啊嘛，喺嘣爆嗰下，咪散咗啲能量出嚟咯。嗰、那个能量就系令到个爆炸啊嘛，令到爆开，嗰、那个就先天能量。呢本书大家介绍俾大家睇嘅，几好嘅，就讲量子力学同埋人生。佢人呢就系、是、唔知点样嚟嘅，但系有可能有一个平衡宇宙，即系话你喺度存在，咦？可能另外一个空间存在。仲有呢、这个宇宙系有 70% 暗能量，嗰啲就系我哋唔知嘅先天之气，你check唔到喎，而家系推算啫。估计嘅啫，所以呢个咧，我哋喺西方哲学叫唯心论，中方哲学东方就话冇唯心论，因为咩啊？心物一体，心即系物，点解？你一谂，其实就变成物质噶啦。喂，嗰啲嘢好食，买啦，买嚟食啦。哎呀，唔好食啊，唉，快啲抌咗佢啦，系咪啊？你一谂啊，可能已经你系想行动，你未必行动啦。但是已经成为了一些的东西了。所以没有一个纯粹的唯心论的，就是中国人。中国的东方哲学呢就是心物一体。只不过是两面。你说我是不是手在这里，喂这边是不是手呢？那是两只手？不是。一只手都有两面嘛。这个就是东方哲学的理解。我哋再讲多少少啊？呢、这个昆仑文化，我谂以后再讲。其实就系话，我哋个古人啊，点样去体会到个时间？最重要讲呢个啦，呢、这个一个系一个人，一个人嚟嘅，站桩喺度，一个嗰啲古代嗰啲陶瓷嗰啲啱啦。呢个人头眼啊鼻啊咁站桩喺度，站桩好简单啫，企喺树，但系身体会。提升温度，呢样嘢令到好多人都愕然嘅，即系等于我教静坐，我嗰个朋友话：，哇，我身体热咗，我话正常啊。喂，我唔系跑步先至可以出汗热嘅咩？唔系噶，静都会，因为啲气行咗嘛，就讲。嗱，如果你啲气唔行，热唔到，即系未得。你热就啱啦，体温升高就啱啦，因为你啲气系行多咗，比你平时咁就系啱。这个体温升过啱。嗱，这个就是导引学的导字，在那个导字下底加个手，即是我们要用手去帮助推的。好多人不知道，六艺，我们在这里说《黄帝内经》讲六种的医学技术，我们属边科呢？导引。按桥呢可以是按摩，可以是按摩。导引有啲人就认为，我哋就咁练功。我哋而家嚟讲呢，你可以话源头或者系咁，但系而家路发展呢就唔系啦。唔单止呢、这个系喐动啦，连嗰啲气嘅导引都应该系包括埋呢科。针灸唔使讲啦，药物唔使讲啦，艾灸啊，针灸啊，用扁石嗰啲啦。精气神人呢，我哋系内气影响住外形嘅，大家都好清楚啦。睇地舆学都有气场体㗎嘛，人就有上体㗎嘛。睇上体咩呀？睇个气呀，最紧要气，佢当时嘅气运骨架就系佢嗰个天生嘅来源，但系佢个气息系点呢？当时嘅运程就系嗰个气。所以会变的所以在气来讲呢，可以是演变成一个气学，
係好大嘅我哋呢位祖师爷叫萧昌明，四川人吓，1895年出世。咁佢7岁嘅时候就开始啦，就用呢个气功同人医病吓。咁、然之后咧，一路就去到1934年喺上海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啲全国徒弟20几个咧去上海，就教佢哋最高深嘅嗰个内丹啊修养。或者有啲人叫做金丹啦，你练成就金丹啦，练唔成就内丹，系咪咁讲？但系我哋咧就发展咗一套嘅哲学，呢个正念哲学就系讲你用咩嘢正念咧？啊，每个人唔同啦，啊，每一派唔同啦，我哋就用呢20个字作为呢个正念。我哋好重视呢个以行为道，啊，系呢个系上智之人。点解？因为我哋呢套功夫其实正话讲啦，第一个就系呢20个字简单嘅。第二个就是自己去练，然之后同人练成呢个外丹，就同人医病。第三层呢就是自己打坐修内丹。咁嗰个突出个部分呢，重要部分呢，就是去用外丹同人医病。因为传统道家嘅功夫已经有内丹修炼是有㗎啦，有很多门派，有很多嘅理论啦。但是正话讲啦，去用呢个外丹嘅功夫同医病呢是空白的。咁我哋呢就填补咗呢个空白。咁呢个只係我哋嘅英文啦。咁呢就我讲到呢个位置，大家休息10分钟好吧。阵间就再略略讲下呢9段。好，大家休息一阵先，多谢。